没有平手。 竟然赢了，低几率，20%而已。 我看到现在才看明白耶，就是那个海上无赖那个死亡之身，第一个死亡之身触发，他会立刻攻击，所以在第二个死亡之身触发之前，他会先攻击。
超憨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没有野兽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哦，我应该拿那个盒给他的。然后三合一，这应该不会太痛，我来猜，还是超痛，这张棋应该走了、哦。Oh my god！ 喂。我们解掉还蛮多东西的。我有些新的手法能让你雇佣。感金海盗船好像有点强哎、欸，是我的错觉吗？金海盗船好像有点强，我好像应该把剩下的东西都变海盗之类的。哇靠！哇，33%死亡。有点太早被开了，好渣。应该没死，嗯，没死，很痛，可是没死。
打死人。这正是你想要的，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顺序不对，28%死亡。但他们可能有人会死。可以打龙，你还真行啊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变。我的音乐比你大。因为他大概拿不到面纱了。这什么鬼？大爆炸，大爆炸，还不错啊，总算玩到金海盗船了。虽然拿到其他的六星卡应该会更稳了，不过至少四到金海盗船的威力了。